猫来喽，我一下来，猫登到窗户上来。猫咪，过来，过来，你看我人这一过来，它立马赶紧。你们家里人呢？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呀？啊？哎呦，我进来了，吃猫粮，猫粮连闻一下的，一颗都不吃。这个猫根本就不吃这个猫粮了。很少叫的，为什么现在就跟我喵喵啊？跳上来，跳上来，猫咪上来。你看，老是在我的腿那窜来窜去的。这猫不吃猫粮，只吃猫罐头。那我给它开一个猫罐头，你看它叫的，你看它叫的，就在我腿这绕来绕去啊。哎呀，这个猫啊！这就是要吃猫罐头。吃东西就吃东西，还吃几下，停顿一下，在旁边看一看，看有没有其他猫跟你争哦。干嘛又过来？不要过来！你干嘛又上去啊？下来吧，下来，我们走了。猫咪，下来呀！你怎么把门关起来了呀？你不是说留一道缝的吗？你看它下来了。又跑到马屎棚，把最后剩的你们俩有个漏网之鱼。剩了一粒，他又看到了。你看我爪子把它拨过来了，以为在那侧面。